很多的朋友跟着节奏轻轻的拍的拍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一群粉丝哈，他们真的是从早上就在这边排队哈。来，这个你看，我们皇帝乐团魅力无穷啊！这个他们其实也曾经发行他们的这个音乐演奏专辑，也备受好评。这边呢，在演出的同时，我要补充介绍一位贵宾，这是来立法委员罗廷伟立委辅助我们的林特助，也是我们施嘉里的林里长，感谢代表罗廷伟小罗立委啊，来到现场祝福大家，非常感谢。好，接下来皇帝乐团的老师们要继续为大家带来下一段精彩的表演。